欢迎收看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节目《湾区传媒体》，我是梁学希。想知道怎样可以既掌握到国家的最新发展动向，同埋基建民生的新鲜资讯，又可以欣赏到各地的宜人风景，那就梗系嚟紧嘅时间坐定定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好啦，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开始进入南北快闪啊！近日，澳门大学表示，为了配合国家的发展大局和本地的发展形态趋势，近年来推动了不少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创新举措，特别是将资讯科技、金融、人文、社科、法律等不同专业作适度的串联，开设新的硕士博士高端课程。工商管理学院和科技学院在金融科技创新上亦推出了一系列新课程。为了响应4月15号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有团体以安全意识为主题，举办全港学界安全意识儿歌填词比赛。这一日就邀请了不同界别的嘉宾一起分享创作儿歌的理念。主办方希望学生享受音乐创作的乐趣之外，同时提升他们对个人、家居、社会以及国家安全的意识，期望学界踊跃参与。近日，位于苏州姑苏区双塔街道的网思巷和宏丰两个日间照料中心正式启用，为附近2600几位居民提供日间助餐、健康护理、互助学习、休闲娱乐等一站式服务。日间照料中心里面除了有厨房和食堂，还设有阅览室、休息室和多功能活动室，配有电子大屏、音响、灯光和钢琴等设备。长者每日下午可以自行组织歌唱、舞蹈、戏曲等活动。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的澳门横琴艺墟，日前在横琴长隆富祥河畔开幕，作为澳门文创品牌塔石艺墟在合作区的首次延伸。澳门横琴艺墟借助横琴更为广阔的场地区域，通过一站式吃喝玩乐购的方式，为游客带来更畅快的游玩体验。近日，2023青岛网红打卡地发布仪式在澳帆中心情人吧举行，现场发布100个有颜值、有气质、有内涵、有特点的青岛网红打卡地。这次网络红人打卡地征集评选活动一共征集到1000几个打卡点，经过专家评审，最终评选出经典景观、城市地标、人文景观、生态乐园等100个网红打卡地。大家好，我是陶冠奇。大家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广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民心，我们一起去看看。广州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白云山成功获得广州市首个城市生态氧吧称号。正在改造的黄婆洞水库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生态改善初显成效。白云山一直在推行这个生态保护的一些工程项目，还有进行环境整肃，例如像一些环绿淤民、环景淤民的项目，还有我们不断的在推进这个水鸟生态廊道的这个建设，就提倡这个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个生态理念，从而吸引更多的市民游客呢加入到爱护大自然的这个家庭中来。最新出台的绿美广州五年行动计划2023至2027年，围绕绿化美化和生态建设提出森林质量优化提升、城乡一体绿美家园优化建设、全民爱绿护绿植绿等八大工程。广州动物园近年来开展包括神观鸟、夜观虫、自然观察、自然笔记研学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未来广州动物园自然教育基地在规划和建设方面将更加注重绿美打造，要体现这个跟自然之间更紧密的联系，所以下来我们在整个科学规划这个绿化这一板块还会更注重的去做这种微湿地啊、自然保护示范小区啊、自然教育径啊这一些的提升，让这边呢生物的多样性更加的丰富，这样也使得这个自然教育据地有更多的资源。绿美广州五年行动计划里面提到，未来五年广州将会打造森林步道1000公里，其中今年将会重点完善森林步道网络，打造各类型的森林步道300公里。
森林我们不但要让它建得漂亮起来，还要让人走进去，去感受到森林，林子建好，把服务设施建好，让大家真正的走进森林。另外一个，我们还会有配套的很多，像结合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古树名木的保护，还有我们城市的绿化，怎么样扩展我们的绿化空间，增加城市的绿量。生态兴则文明兴，广州正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为统领，高水准建设绿美广州，推动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谱写高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身出彩的绿美新篇章。广州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令蓝天常在，碧水长流，打造美丽中国样本城市。黄埔区是全市最大的工业集聚区，工业废气排放量大。这一家汽车企业喷涂车间附近住了一个巨无霸，它的骨骼又多又粗，肺部功能还很强大，可以用高温将挥发性有机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还利用喷淋系统再吸收剩余气体。对废气和我们的原材料进行了原解析，在焚烧之后产生的这部分残留的 VOC 的废气，尤其是会有异味影响的这部分废气，它大部分呢是具有水溶性的，进行水喷淋的吸收，就可以再进一步的降低废气的排放量。监测人员会定期检查管道气密性，防止废气中途泄漏。他们还会用走行监测车在路上巡逻，除了闻到不同的废气，还可以分辨浓度，好犀利的。这台走行监测车每天都会行驶在不同的路线上，对挥发性有机物重点排放企业进行监管，所有的监测结果都会显示在屏幕上，绿色代表达标排放，如果是红色的话就是涉嫌超标排放。如果一旦监测到异常情况，他们就会把结果上报到后台系统。这个就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智慧系统，集成了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及污染源监管等七大系统，可以对全区过百家重点污染源实现24小时在线监控，并通过大数据分析诊断污染成因，方便对症下药。可以实现环境风险的预警，包括大气方面的以及河中方面的，我们都设了这个预警的报警值，如果出现问题它可以自动弹窗或者改变颜色，发现问题的时候可以马上派执法员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及时的处理问题。广州坚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整治汽车尾气，加强污染天气应对，同时开展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力增长的总体要求，开展大气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将蓝天保卫战标志性战役与降碳措施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持续推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十四五期间，广州将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持续提高治污成效，建设空气常新、绿水常流、美丽广州，在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第九届中山大学自贸区高端论坛近日在南沙举办，论坛上发布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年度十佳案例，广州南沙榜上有名。今次论坛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助推自贸区高质量发展。有专家认为，怎样进一步实施自贸区制度创新的集成，怎样运用好数字化技术等等，都是值得思考的方向。加强这个部门之间的联动啊，那这个横向的，包括和我们这个北京的部委这个上下的联动啊，对吧？还有对不对？就是提升我们在数字经济的探索啊，这种 AI 化呀，对吧？用这个最新的这些我们数字化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监管的手段呢、把新的技术那么来提升我们制度创新的这个质量。论坛上仲对2021至2022年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十佳案例进行颁奖。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组织专家团队根据创新性、契合性、区域特色和完备性四大原则进行评选。其中，南沙自贸片区发布全国首个对标 RCEP、CPTPP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试点措施，被评为十佳案例之一。它的这个按照我们浙商大学
这个在自贸区的这个制度创新的这个评分吧，它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它是排全国第一的啊。那么增厚的排名也是排在去年是排在这个全国的第二位啊。所以呢，它的很多的啊制度创新的这些经验呢，它已经是在全国已经在复制推广了。广州利用博物馆丰富的教育资源，为课堂增添新内容。在广州起义纪念馆，来自27所中职学校的学生亲身走进广州起义的场景，在竞赛中接受全新形式的教育。红棉并帝位，共产铸同心，周文雍和陈铁军为革命事业牺牲奉献的一生，在这位选手口中娓娓道来。两人从相识到携手共赴革命征途，最后松容就义，怎样可以一幕幕地生动再现在观众面前？选手在比赛前都落了不少功夫。所以在备赛前后，其实我们是多次来到了广州起义馆去进行参观，然后也翻阅各种资料，然后也听了这一个专业的讲解，其实是很受启发，这也是能够落实我们思政课核心素养里面的公共参与。益英烈，增信念，选手在讲述历史人物故事的时候感受到力量。在另一边的博物馆讲解员环节，选手要将抽签选中的相关历史场景向评委讲解。我们查阅了很多当时的资料，也翻阅了很多关于广州起义的书籍，然后去了解它的整个经历过程、它的起因、它的结果以及它的意义。那么这一次设计的内容全都是密切的跟广州起义这个历史事件相关的。那么他们在展厅里面讲述的版面，那就是我们展厅的一个版面，所以它的整个环节的内容是紧紧的结合了广州起义的这个历史事件的。比赛还设置了党史知识答题环节，令选手熟悉相关党史知识。这一次比赛是充分利用家门口的资源，令党史学习教育生动起来，切实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轮滑邀请赛日前在南沙国际邮轮武港开幕，过千名青少年轮滑运动员和爱好者参加赛事，共同开启一场大湾区青春交流盛宴。今次轮滑邀请赛为期两日，竞赛项目包括花式绕桩、轮滑舞蹈、速度轮滑等，总共有1200多名选手参加。其中港澳选手有近200名，选手在竞技中交流进步，更加获得友谊。这次的竞争对手比较非常有难度性，他们跳的舞呢非常厉害，那些技巧呢非常也很厉害，很完整。紧张里面带着一点欢快，就有人陪嘛，就不会就是说一个人跳就很感觉很紧张很尴尬。香港厂商会、蔡张国中学等香港学校还专门组织观摩团观看了赛事的全过程。我就第一次见那么大的场面，在这里就是再留久一点，再去可能长大以后可能在这里发展，这里的环境啊或者别的地方都很不错。今次邀请赛不单止是一场体育竞技，更加是一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盛宴。粤港澳的青少年将轮滑和舞蹈、国粹、时尚结合，并通过文化的碰撞加深对彼此的交流和理解。体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的那个风俗的文情，更加的可以把文化去共融，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文体交流，它首先是让我们在情感上有共鸣，通过情感的共鸣能够得到互相的一个理解和认可，可以触动我们其他方面，包括经济社会更多方面的来交融、来互动、来共同的进步。新能源电池产业是惠州的优势产业，在全省的新型储能产业布局中地位举足轻重。经过长期的发展，惠州市已经成为国内电池品类最齐全的产业基地之一，将为全省打造又一个万亿级支柱产业做出惠州贡献。
商碳背景下，新型储能产业迎来风口。近日，广东省政府网站发布的《广东省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将新型储能产业打造成为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到2025年，全省新型储能产业营业收入达到6000亿元，年均增长50%以上，装机规模达到300万千瓦。新能源电池产业是惠州的优势产业，经过长期的发展，惠州拥有较为完善的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已经成为国内电池品类最齐全的产业基地之一。这家主要研发生产新能源储能设备的高新企业，在上年12月刚刚在惠州投产。企业负责人表示，惠州新能源产业链较为完备，企业所需的各种原料以及零部件可以在就近采购，大大节省了物流和时间成本。企业在上年还将原本在深圳的生产线搬到去惠州。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电芯都是那个，也是我们惠州本地的企业，就是亿维锂能。我们采购所有电芯都是跟他们合作的，还是比较有优势吧。正是因为本地成熟完备的新能源电池产业链，越来越多新能源企业选择落户惠州。目前惠州在电池制造设备、电池材料、电芯、电池管理系统以及消费类电池、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生产制造等环节具有比较强的优势，集聚了80多间产业链企业。当前惠州正瞄准万亿级新型储能蓝海发力，新型储能产业蓬勃发展，相关项目建设快马加鞭。与此同时，惠州新能源产业联盟亦都正式揭牌成立。通过成立惠州新能源产业联盟，将联合新能源产业各方力量，推动新能源技术创新、行业应用、产业发展，有助惠州市构建更加完善的新能源全产业链生态，助力惠州加快打造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江门台山不单是国家优质商品良基地，这里的水产养殖更加是一枝独秀。凭藉着水产养殖的优势，近年来台山的预制菜产业也发展得风生水起。现在乘着国内预制菜发展的热潮，台山当地外向型鳗鱼企业纷纷开始发展国内市场，推出预制菜产品。真空冷藏包装的蒲烧鳗鱼，打开之后只需要微波加热2分钟，肉质肥厚，外焦内嫩，香喷喷的烤鳗食得了。简单方便又好味，这样的预制菜风靡海内外市场啊。对我们这种预制菜，我们可以上超市啊，在超市上我们毕竟买回家就吃，相对来说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预制菜。但是我们相对于说预制菜这块还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在烤鳗，我们去年是1.4亿。自从1998年进驻台山以来，呢一间公司在台山已经拥有1.3万亩鳗鱼养殖基地，亩产量达到1.5吨。随住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呢间公司积极开展鳗鱼深加工，目前已经建成了一座大型食品加工厂同配套冷库，活鳗、烤鳗同埋冷冻烤鳗等成为了公司的稳定出口产品。为了更好地打开国内市场，在烤鳗的口味上面，他们对产品进行了调整。在产品的口味上啊，还有就是那个市场的反应情况，是像我们可能现在就比较做传统的那个日本风味的这一种，但是我们现在也开发了很多产品，就是说白烧啊、无酱油的，还有一种少一道酱油的无添加的，这些产品我们都在尝试。那我们还有直接像另外一种预制菜，我们直接先可以像那种寿司的话，直接拿出来冷库拿出来可以就直接先解冻就可以吃，不用加热的也有。去年11月底，广东台山鳗鱼产业园项目计划出台，这个产业园已规划建设万吨级的智能化烤鳗加工车间、智慧冷链仓储物流、预制菜加工基地等。按照预制菜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我是觉得还是比较有前景的。相对于说我们这个产品，它也一是它有它的特色，二是我们这个东西它也是符合预制菜的要求。国内这块市场还是比较薄弱、比较少，但是我们在后期会布局的。在现在，台山的传统养殖企业正在慢慢地脱离传统农业的标签，围绕鳗鱼升级打造养殖、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的预制菜产业链。在上年，广东省和江门市相继发布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措施，一系列的产业扶持政策将令到企业在预制菜产业的赛道上面不断可以跑出新速度。
在龍華的一間公司，在招工高峰日人流量可以達到千人以上，為了及時地為一班去到深圳的求職者提供幫助，龍華街道富康社區組織志願者和義工成立了清風志願隊，在南二門招募中心前面推出了青鳥棲息站，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看。上午十点，啱啱从河南老家嚟深圳求职嘅陈女士嚟到咗龙华街道南二门嘅招募中心。陈女士话喺上午接受完招工体检之后，听讲招工点门口有免费嘅糖水可以领，谂住今日天气比较热，就过嚟叹翻一碗。非常好喝呀，就感觉很暖心，就是对一个城市很陌生，但是忽然就是有人叫你可以领一份免费的糖水，在这么热的天气下，让自己感觉就好像在深圳，好像。这就是家一样。不要看小这个青鸟栖息站，望落去好似好细，其实它配备的物资亦都几齐全噶。唔单止有急救药品、防疫用品、茶水、零食等基础物资，仲可以帮助求职的青工提供简历列印、就业指导、住房资讯展示等服务。在现场，社区的工作人员仲时不时为领取物资的求职者普及反诈知识。对我们刚出来这边找工作挺好的，很温暖，供应的东西也挺齐全。非常好吃啊，而且服务非常周到，非常完美。这个活动非常好，然后就非常感谢吧。去党委还会联动社区爱心商家、爱心企业，结合重大的节日，推出各式各样的暖心套餐，让更多的青工感受到社区实实在在的关心与支持。龙华街道富康社区表示，下一步将引导辖区更多爱心人士加入清风志愿队，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助力打造和谐社区。同时我们还会充分发挥青鸟栖息站的移动作用，结合我们志愿服务队的力量，打造青鸟移动集市，将更多的暖心服务送入园区，送到青工的身边。扬州通草花工艺飞升海内外，这种以植物通草为材料制作出来的花朵，质地柔和，色调秀雅，可以同真花相比美。九十后扬州女仔黄韵玉凭借一双巧手，令古老的通草花焕发时代光彩。你喜欢哪个颜色？粉色。然后你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来，你看一下。哎，好，然后拿下来。在市区一个非遗市集活动中，传承人黄韵玉在现场教市民制作通草花，一张薄薄的通草纸去到她手上面，经过捏油剪黏，很快就变成一朵朵好娇俏的小花了。感觉做得很逼真，我觉得很好玩。自己亲手做一只，送给家里人，我觉得这个做得还蛮有意义的。黄韵玉是土生土长的扬州女仔，从小心灵手巧，喜欢民族手工艺。十二岁那年，爸爸带着他拜见通草花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戴春富老师，那次是他第一次接触通草花。就是觉得一个植物可以做成这样各种各样的花，真的非常的神奇。考察了一年多之后，戴春富最终也决定收他为徒。之后十五年，黄韵玉好俾心机跟师傅学习，渐渐亦都掌握咗通草花传统盆景同挂瓶嘅制作技艺，并喺2017年获得江苏民间文艺迎春花奖同中国花卉博览会优秀奖。呢两年，黄韵玉爱上咗汉服文化，思考紧点样可以将通草花同汉服配搭起嚟。经过钻研，佢制作咗50多种兼顾现代审美同传统特色嘅通草花头饰同埋配件。通草花确实是可以做簪花的，那我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我本人比较喜欢佩戴的首饰和精美的文创，那也有很多感兴趣的人们也会跟我一起来制作头戴装饰。这几年黄韵玉还代表扬州非遗走出国门去海外参展，得到国外友人一致好评，现在他就职于扬州博物馆，有了更好的平台传承推广传统技艺。把这个通草花呢，这个为了非常广了，要坚持下去。手工艺其实你看着简单，你去学了之后才知道它里面的一些门道，你要有创造力和想法。鸟瞰神州，精彩在线。今日同你去到巫石，巫石阳山的桃花开了，而四面八方的游客亦都慕名而来，桃花马亦都如约而至，令到整个阳山都非常热闹。节目的最后，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今日湾区传媒体的节目时间够了，我们下集再见，拜拜。